所以我们一定要加油。你也太开心了吧？期待的不行吧？你们小心啊！那我们一定要加油啊！海涛一定要加油哦！一次只能拿下去一个。是的，但是呢，啊，海涛这组的是如果有不一样的，就会加一个东西。两个人越站越远，这个一步一步从夕阳的海滩边两个人偶遇。好了，准备啊！三、二，第一题啊！三、二、一，芭蕾舞。为什么？不是我这个是你那一个不争气的，一模一样，一样起来一样。待会要仔细看谁慢了，我也得把谁抓出来。是不是谁慢了？其实这芭蕾舞，我就看他们俩。你说谁啊？他们俩吗？有些人，但主要是这一对，这手位不一样。但是人家都做出来了，他还另外做了个不一样的。双世宠妃都拍到第二部了，怎么还这么这个动作做的不一样呢？而且是你已经做完了之后，昭陵特别做成那个，莫非他就是不想要这个孙子？柯群这一组刚刚你是柯群开始做的是，为柯群是为你写诗的风格，所以他要有一个韵酿，这是诗的韵律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定很紧，定很紧，对不对？来准备啊！三、二、一，金鸡独立。这位小姐姐是这样的，金鸡独立，然后看海涛做一个，他说不行，抢不行。对吧？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觉得这个要饶过麦克，对对对，要饶过麦克吗？要。这个他确实是没听懂，确实没听懂。这个有点为难。那你们两个一起来一个啊！好，三、3, 2, 1，经济独立。不行，真的不行，真的不一样。手没起来。我们不一样吗？不是，我这样了。羽西比的是公鸡有关子，有机关，然后麦克比的没有机关。好，下一题啊，请注意。那没有吗？等会儿举报，我们这个你我错了，你没给我拿走啊？加一块，加一块，来加一块，加一块，加一块，加一块。你不拿没事，别加呀！而且，加在中间，加在中间，加在中，这么加，对对对，快点，快点，过来，从这边，这么，我一会儿会不会围着一圈到洗脚亭那边？这就是质疑评委的下场。对，好，下一题了，三、二、一，卖萌。卖萌，过去点啊！一人站一只脚，一人站一只脚。哎，那太好了，这个箱子又可以挪给周杰琼这一组。因为海涛刚才跟周杰琼不一样，周杰琼是拳头，海涛是爪子，这样爪子，对不对？拔一个，拔一个，拔一个，拔一个。来，过来点，过来点。哇！何老师，我们站在他们中间主持吧。我都有一点看不清周杰琼了。离得太远了，大姐上来站一下了。好，请注意，三、二、一，模特。模特。这吴昕跟麦克才是一组的，都有胃痉挛的毛病。没有，吴克群是这样，然后我想说，怎么会有人做这么怪的姿势？旁边一看麦克，因为我就是看他这样，我就想说你也应该往旁边看，我就这样，你没有这样吗？没有，你在前面坐着，他自己在后面是。前面如果有手，他自己应该看得到啊。停住了，并没有手在前面。好，
我这边坐对了。哎，你们这边分得太远，都没看到同框的感觉。我这边因为之前都是坐。可以，不要再讲了，可以。之前什么？你说，你说。我说之前都是做错了。让你别讲，你还讲。我就跟你说，叫你别讲了，你还讲。我给你再加了。你说下去吧，直说下去。我没事。他出汗了。那我说不说？说呀说呀。我下一题是什么？好，你这。好，星星和群已经可以休息了，可以休息了。哎，这个墩子留下没事，可能还用得上。然后我这边给麦克他们也要拆一个啊，来。我天，你都到这儿了？我都再走一步就到凳子那儿了都。非常关键的一题来了啊，请各位注意。如果你这次真的对了的话，就剩一个墩子，好吧？如果错了的话，你再给我接三个。好，那我们挡住海棠。好，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。一，害羞。你做的什么？我跟你做的一样，放心吧。这俩完全一样，他们俩完全一样，他俩不一样。他们俩不一样。他无脸，他无嘴。他俩。对，你们可以先下来了，然后你们可以坚持。海涛在这里，海涛，结局是这样的，海涛呢？我也觉得是，海涛错了，海涛是错了，是不是？我知道怎么弄了，来，涛涛跟我来。就我死活知道他弄的是啥，是不是？对，好。退场了。来，站好，站好。但是何老师不知道面向那边。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这边有点冷。我看着你呢，不冷啊。好，决胜局啊，这一局谁赢了，谁就获得最后的胜利，好不好？海涛加油！好，加油！海涛背过去。过去。那你们看不见我做啥了？看得见，看得见。我们看得见，我们当然看得见。三、二、一，化妆。都不一样。这是什么？都不一样。在给别人化妆啊。我宣布获胜的是周杰琼和梁洁。他们俩一模一样。女生就是有一个镜子。女生是自己补妆。哎，我觉得有趣的是，其实昭林是男生的角度，他化妆他是帮别人化，帮别人化。然后梁洁跟杰琼是一模一样，但是海涛这个我不懂。不是因为我呀，因为我这边地方变，因为我这边地方大，就是好施展。那这样，我们今天就交给我们两位女生，好不好？周杰琼和梁洁来代表我们实现接下来我们的一些非常美好的心愿。